又是跑泥地。第一場呢有個主持王晶同佢揀三隻就中咗 Q 啊，隻膽都係跑第一喎，二號九號中咗，有時都幾好跟㗎。而家你畫面見住啲主持人喺度揀嘛，而家每人揀一份，以前就一人揀一隻。咁呢個女士咧就揀七號行頭，七號幾號啊？七號。得三隻馬贏過嘅啫，一六五釐米泥地就係四號、七號、十一號、四七十一。係好多人揀呢啲贏過嘅馬，佢即係四號啊、七號啊呢啲咁好多人揀嘅。上過 Q 嘅咧就係女英福星，最叻第三嘅咧，仲有一隻叫做上心星何澤耀都入過 Q 嘅。最叻第三嘅咧就係日日救蘇兆輝，哇！蘇兆輝幾好啊！上一場其實只九號仔啊，九優復出嗰只叫皮具嗰只皮具之星啊，出閘沿途直路都好，只馬真係休息九個月冇乜健康冇乜事，應該贏得嘅，好快贏。而家見到呢只就係一號仔啊，黃色有黃色一個。黄色一笪咁喺个心口度，一号仔叫齐喜，另外一只蓝底有星嘅咧就系叫做跑得宝宝，我拣七号四号，呢只就系四号幸运圣区隔晚大热，隔晚大热上一场已经赢咗啦，隔晚大热喺香港系有个取胜率嘅。幾好的，好過你隨機抽籤的，是好多的。這是六號上心星入過 Q 的那隻，上心星何澤耀，黃色衫，綠色袖，三號仔呢就是很有精神，隔晚十三倍，現在二十幾倍，冷落了。三號仔叫好有精神何銘年，三號好似有啲扭計咁樣，阿工作人員拖翻住。黃志康、蔡俊佳中意七號、十三號，有啲人中意揀七號，有啲人中意揀四號啊。而家咧紅綠燈咧有十四號就旅遊達人，旅遊達人咧黃浩南上次梁家俊六倍，而家。九倍，王晶圖揀四號、一號、十三號，我揀七號、四號。而家四號大熱門，而家入緊閘噶啦。十二號入緊呢只叫做女英福星周俊樂，飛數佢都幾硬淨啊！女英福星企穩就五啊四蚊。好啦，接住嚟见到红绿灯就是旅游达人和浩南，和浩南嚟讲呢八点六系好多飞嘅，好劲啊真系。四号十四号啊，红绿灯就剩翻四只马落飞嘅旅游达人，哇六点一啊，哇飞灯喎、啊，旅游达人劲啊，但跑落系咪咁劲啦？巴基勇士缘分。旅遊達人以及係有啲扭計嘅好有精神啊！好，亦都搞掂埋巴基勇士第二場嘅賽事，交俾集前五啊七十四號最後入閘，好有精神。全部馬不準備妥當，第二場嘅賽事五班一六五零泥地，暫時嘅大熱係四。哦，你一起步嘅时候啊，旅游达人埋变黄衫快啊，中间粉红眼罩咧，仲有女英福星都快啊，内栏红衫骑上去带到头啦，幸运胜区啊，第四位出边红眼罩好有精神，中间白骑士啊，内栏咧咁啊仲有蓝眼罩，红衫就系日日救啦，后多层啊马齐起，马冧中间咧就跑得宝宝啊，绿色衫外边有巴基勇士啊，后边五匹马上心星瑞蓝啊，尾三系青春向前啦，嗰只缘分有啲唔系话咁容易操控到啊，暂时啊包尾啊，响佢外边。
嗰只咧，兴万家亦都进至尾二噶啦。跑对面直路嘅时候啦，前面放头嘅马咧系幸运胜区嚟噶。咁啊，第二位咧响出边咧又好有精神啊。出边第三位仲有巴基勇士啊，内栏第四嘅马咧，咁啊见到呢只黄衫啦，就是、旅游达人啦。第五位啊就系女英福星嘅粉红眼罩嗰匹嚟噶。原来佢大热啊，第五位粉红眼罩嗰只女英福星啊，内栏位置仲有日日够啊，跟住个第六啦，再数后边嘅马，八骑士齐起跑得宝宝瑞兰尾五啊，尾四有青春向前，尾三咧就上心星尾。二庆万家爆尾嗰只咧有少少唔愿剪步喎，嗰只缘分都打紧噶啦。好啦，咁啊转弯入直路嘅时候咧，前面咧就系呢只幸运胜驹放啦，接嚟咗两个新米入嚟噶啦。女英福星粉红眼罩上紧啊，咁啊再见到外边有八骑士，出边追跑得宝宝啊，内栏嗰边咧仲见到有呢只旅游达人马林中间日日救，最后二百米到啦，幸运胜驹占先一个新米，女英福星追紧啊，出边上嚟跑得宝宝啊，咁啊再后多层啊嘛，再。日日救，最后一百米，幸运胜驹占先，跑得宝宝一路杀紧上嚟，接近终点，一放到底嘅马，幸运胜驹啊，跑第二名系嗰只跑得宝宝啊，第三名咧，咁啊日日救，第四名嘅马系女英福星啊，咁啊结果呢只幸运胜驹俾阿钟奕礼赢咗，我买七号四号噶嘛，而家跑四号七号啊，输完仲 Q 啊，我咁就，我谂有$100 Q 啩呢个，都唔得闲睇电算机啊，真系四号七号。几好啊！今日咧一 win 一 Q 啊，已经即系班德礼咧跑得好蚀张，个沿途喺外边出到闸啊，但系越跑越后嘅，人哋即系十磅仔系咪啊？即系我你冇理喺前面同你带咗出嚟先啦，得闲同你食泥咩？真系几好啊！好多人揀到四號，因為贏過嘛，三隻馬贏過四號、七號、十一號，呢三隻馬贏過，你買曬啲贏過嘅馬都中 Q 啦。你睇下呢只有黑深色衫啊，粉紅袖呢只就係班德禮啦，呢只跑第二嘅後上不及，而鍾奕禮而家貼咗條欄就好啦，上一仗第一場就喺外邊跑啊，唔識轉彎啊！咁啊，由頭帶到尾啊，呢啲叫做啊，由頭帶到尾，唔快唔慢咁樣。咁就三號仔咧，就叫做好有精神，何明年就追住佢。咁而家呢只班德禮就串 Q 嘅，仲喺呢度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喺第八位。咁啊，鍾奕禮又跑得幾好啊嚇，扯放扯流咁樣，有條欄好著數啊！啊冇啦，而家呢啲綠色，呢綠色，即係綠色嘅係咩嚟嘅都唔知係乜嚟嘅真係，我就望住呢個班德禮啊，鍾奕禮。就女只女英福星喺依度，好多人贴噶喎，女英福星啊，啲主持好多人贴噶，冇咗 WiFi 添，而家我咁你睇下呢个班德禮而家冲上嚟啦，过晒三四只，追埋呢只女英先，过埋呢个女英福星，太迟啦！你如果系想争胜嘅，一早唔系跑嗰个位噶嘛，输大半个马位，你鍾奕禮几醒？哇！丁半豪，哎，有$130 Q 都几好。七号仔有嘢，有$21位置，都几好。四七八十二。四号赢过，七号赢过，十一号赢过，咁样赢过嘅呢两只马咧就穿咗 Q 啦，所以睇下马经都几好嘅有字。